没关系，谁来都行。先是勾股三角，你听推，勾股三角呢，来，静如称准力，手托天理。哎呀，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哎，我的身子上海里边去。嘿，就是脑子支配我这性儿了。那也得点头，来，那也得点头。静如，你推吧。哎，你怎么推我这都能走？你看我这身也甭动，我就这样。你瞅瞅起来没有？这玩意儿整别人谁行？你俩人来，这边也来，这边也来。哦，明白吗？对呀，这个。有些人只因为我这里面有机关有老苗，大家看看我得啥子啊。我再开始吧。来，都是当今大陆第一，但是他极不喜欢当众炫耀，由于找他的人太多了，他只得隐居在深山中静修。经我们再三请求，他只愿落上一首少林童子功。报纸是我们找来的，他卷好之后向纸里头吹气。然后放在地上向报纸运气。您瞧，待会儿神奇的事会出现。报纸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燃烧了。
哎呀，我这都有毛病。哎，我怎么？怎么？哎，你们说吧。哎，你们说吧。